年民众南来北往，人流移动之后爆发一波案例。好，好，我跟你讲。他认为是有机会的，要看病毒是否进入社区感染。接下来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下。哦，跳绳三箱啦，啊，骨轮嘛三箱。当然，歹势啦。就这样诶。好，好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OK， 拢点好啊，拢无问题。我的。OK。嗯。感谢你这几年来照顾啊，阮大安尼有食有啉，啊，只有阮大人的一点仔心意。新年快乐。免啦，三百，我无代志啦。这摕转去包你猫仔。你收起来啦，还是无济啦。阮大人一点仔小小意思尔。好，我先来，等下过去接囡仔。行啊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，本土案例也不断扩大。随着春节脚步接近，专家直言，确诊人数恐怕掀起另一波高峰。记者郭文珍台北报道。小林，哇，又长高嘞！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？要不要上去坐？虽然有点乱。没关系，我车子临停，怕被拖掉。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说，赡养费到四个月就好。我知道公司前几天因为疫情影响关了，我也不希望你日子过不下去。然后我昨晚有跟妈说新年快乐。明天除夕你回去看看他吧，他蛮想你的。以前你因为忙，现在你可以好好放个假回去一趟了吧。这几天我事情处理完就会回去看妈。赡养费的事谢谢你的体谅，我还是会想办法赶快还你。明天除夕，一年就一次除夕，你至少回去陪妈吃个饭。我先走了，小林，你走。你是袂记厝伫倒啊？吼。阿母，歹势，人都好好，还阁有机会啦。我唔知我应该安怎做。细汉的时阵哦，伊足爱爬树啊，啊有一届爬去树顶，脚骨断断断去。迄时阵我足受气的，我断甲树顶的树枝全部拢锯掉，安尼。你就袂阁去爬啊！
逐工走遐喝水，无想到过无偌久，竟然不出更加侪新闻出来。嘿啊，迄个时阵啊，伊就足欢喜，走来甲我讲，伊讲迄手机搁电话新呢啊，啊手啊若记断，记无呀，伊搁会生十记出来，伊会搁重新发芽，啊手机会搁生足济。你看，即马比我以前记断的时阵，搁较大丛。一个会重发新芽，啊你呢？阿母，多谢你，我袂过你失望。等来大啦。